快点让你跟我，不对，就让我跟你好好唱一辈子戏，不行吗？这不小半辈子都唱过来了，不行，说的是一辈子，差一年、一个月、一天、一个时辰，都不算一辈子。莲姨，你可真是不疯魔不成活呀！ 唱戏得疯魔，不假。可要是活着也疯魔，在这人世上，在这凡人堆里，咱们可怎么活哟？我说，他是个戏痴，戏民，戏疯子。 虞姬为什么要死？叶姨，你可真是不疯魔不成活呀！可那是戏，谁说清楚？说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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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玩命的唱，避重就轻。没有没有，你不老实！错了，错了，还想我报仇？就叫他灭亡！抗日战争刚刚开始，他就给日本侵略者唱堂会，他就当了汉奸。打倒邓丽丽！给国民党伤兵唱戏，给北平巡员的反动头子唱戏，给资本家唱，给地主老财唱，给太太小姐唱，给地痞流氓唱，给宪兵警察唱，他给大西法袁世清唱。打倒邓丽丽！打倒邓丽丽！还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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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抽大烟，他抽起大烟来没命，不知抽光了多少人劳动人民的血和汗。见见谁多钱？说说说说说。他为了讨好大西法袁世清，他，你有没有？他跟袁世清，他当了，夏龙，他当了，你有没有？你当了！孩子家人，不要下手！我也不要下手！不用下手！不用下手！都骗我！回去吧，段小楼，你天良丧尽，狼心狗肺，扣上一张人皮了。自打你贴上这个女人，我就知道完了，什么都完了。你当今日小人作乱，祸从天降，不是，不对，是咱们自个儿一步步走到这步田地来的报应。蝶衣，你别怨我们，小楼的孩子，死了，这就是你们在一块唱戏的报应。我早就不是东西了，连这楚霸王都跪下来求饶了。报应！报应！
就是他，他是什么人？我来告诉你们，他是什么人。那姚姐儿永远是姚姐儿，臭婊子，淫妇，她是花满楼的头牌妓女。呵，听说您在八大胡同打出名来了。嗯。啊，这武二郎碰上西门庆了，不打不打能成？这么说有个潘金莲了。这潘金莲，揍他，去揍他，揍他呀，揍他，揍死他，揍死他。范小龙，他是不是妓女？慧慧菊仙姑娘是不是？小龙，说是你爱他吗？菊仙，这个就是你的不周到了。你怎么没告诉各位爷今儿是什么日子？今儿个不是咱俩定亲的喜日子吗？嗯，爱不爱？不唱戏了，往后啊，我太太偏偏能跟你过日子。再生个大胖小子，我一下得俩，够了，不上戏了。不，不爱，不爱他。闭嘴！老爷们的事儿，明天说话的份儿。再胡信，我他妈打死你！真的不爱？真的不爱？真的，我不真的不爱他。我跟他划清界限，肮脏一天就会上门，肮脏一天就会上门。我从此跟他划清界限了，他该出我跟他划清界限了，他该出人，我跟他划清界限了。我冷。谁都冻病了，我冷了。娘，谁都冻病了，我冷了。
我梦见我站在一个大高楼上，四外都是白云，我就是想往下跳，我想往下跳。你跳啊，我在呢。你不在呢。